8月18日，张灵芝晒出俩儿子的照片，并发文称：“沾到不行的俩人，真让人羡慕。我先忙回家务，你们继续。”照片中，张灵芝的大儿子九九和小儿子葫芦娃躺在一起，九九用胳膊搂着葫芦娃的脖子，眼睛盯着镜头，葫芦娃则趴在床上，小小软软的身体看起来超萌超可爱。对此，网友纷纷表示，和女神一样可爱，和胡歌合作的女明星，不是结婚，要不就是生孩子，超可爱呀，知性优雅，清纯俏丽，另类混搭。镜头内外，张灵芝是好友眼中的百变女王，生活中的张灵芝有着鬼马俏皮的个性，可对待工作却总是一丝不苟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，无论演戏还是做服装品牌，只要一遇到工作，她的处女座本质就会被调动出来。